我可以先批评政府的官僚，请。好，来，那个我给苏贞昌发过 mail， 那我也跟陈时中发过 mail， 其实我是没有直接对到行政院，我先对到陈时中那边卫生部。 OK， 现在是部，感觉他好像很 care， 但是他根本是不 care 的。因为我跟他讲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一个人是杜邦水实验室的主持人负责人，在美国40年。那他呢，他的那个高分子薄膜滤网是透过美国太空总署认证航太级的，可以在太空站上面使用的。我等一下可以给简报给你们看。那美国他们又拿去当野战部队的那个吸管插在水沟里面取大便，吸起来进入里。再过来，他们又拿去做什么？做医疗血液透析。好，那现在有一个消费级的产品，我现在在带，一万四千九 ，OK， 没有关系，到时候送你一台。那因为我没有要，谢谢。我要送你的，你不要。你要送我，我会拒绝，我会给政风处。对。好，那就给他。对，好，那就给他，给他们装。是啊、嗯，好。嗯。然后我就把这个滤网，因为博士他又发明了一个东西，是教授他又发明了一个东西，随身携带，其实是可以保护全民。我们全民有两个，一个是医护人员，我们一定不能受伤到，不能损害到，不然整个医疗会崩解。你看英国他们就不够了。OK， 然后再过来，那、啊、美国的话，他们是连那些退休的都跑出来支援，我们看到60-70岁，有、嗯，对，你看他们都还很关心的，看吸烟等等。然后呢，如果我们几个阵亡了，或者是还需要人家照顾，是不是？哇，惨了，本来要照顾人的。好，那再过来部队，我两个东西，一个是野战的那个，美国那可以直接拿来现在用、嗯，非洲已经拿在用了，他那个跟 Bill Gates 一样的那个想法，要让疟疾在非洲消失，一个滤水器，了解、嗯，对，他可以做到，如果跟 Bill Gates， 然后还有，因为我这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名片就3800多张，八二法则加34，我还有30惊叹号，然后是2.6，然后1132，我靠，收据嘛，你那30个可以影响全世界，那最近我也在推北林大的那个新北林大4+2，所以我好像一个革命家，我根本就不是讲，就是说以前有孙，那现在有猴，等一下我要讲金融的，这个就是不一样，那结果陈时中不搭彩，我就发给行政院苏贞昌那边，那边有人回应我，他有订哦，他发函给陈时中那边，附件给我，命令他。说你处理完要把结果回报，就他不知道怎么打官腔，你知道吗？他说水啊，请你打某某分机给谁啊，然后那个谁打某某分机给谁啊，什么血液透析啊，那医疗等级你要，你到底是要做血液透析？没有，不对，我要跟你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空气滤网，对，我们可以病毒可以直接阻隔的，是以前不是大空间只能100个，知道。我现在管，我登了滤网直接。但另外刚刚跟你讲的两个要保护的人，大概300公克，随身背的了，充电，然后里面就是锅里去，那个部队阿兵哥，还有医护人员，一线医护人员，那可以完全的，清楚，理解。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带你直接去，理解。所以您要的是就是他的医材认证？哦，不是。不用认证了，美国都已经认证了。台湾算什么东西啊？是，他们美国当他是宝，这个台湾当他垃圾。不，但是如果你不需要台湾认证的，你需要陈时中部长做什么？哦，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火大讲的。刚刚那是火大讲，当然你要他要用，当然是政府的规，我相信可以符合航太跟美国的医疗的。水平认证水平，我还有军规的，是应该这边什么认证应该都可以过。理解、哦，因为人家的标准一定更高的。理解，所以我刚刚讲的是气话，因为他们
给我这样官僚的回复哦。嗯、那我很热心、嗯，其实我没办法求回馈，嗯、我就是很激活，你知道吗、嗯？我这次考北科大5天320页 A4，、嗯、书面审查，9个推荐啊，嗯，林建福，然后什么四大法律系啊，北商大的校长，他们都是不可思议，创校百年第一个。我大学没有毕业，嗯、我刚研究所才读国立大学、嗯、金融研究所，嗯，黄奇瑞教授，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在台北市台北大学担任金融所所长，嗯，然后后来他现在是技术推广部主任，嗯，然后兼 EMBA 执行长，然后很好玩的是，台湾管医疗的那个跟我同年级，嗯，啊，我是大学毕业，他要拿第6个博士，嗯，3个医学生理学博士，台大。那个、啊、他刚好就是在专利，标那个商经济部专利，他是负责医疗专业的审查。嗯、哦，标检局的医疗。对对，很奇妙，就是很奇妙。那、啊、他呢，帮我写推荐函的时候，我说不行不行，专案，你这样写没有人认识你啊，你要把你的学历学经历写上去啊。嗯，五个博士、欸、跟我同年级、欸，那第6，结果他考到哪里？他考到台北大学上经济所。嗯，哎、欸，换我推荐他了。我打给黄奇瑞，我想这又一个成就已经没事了嘛。那北联大，这个是我另外在推动的，这我到时候我再跟你分享。我也是跟你一样很激活的人呐、啊，就是看到一些我可以连结啊，像北商大校长他说他很肯定我，我等一下也要去我们北科大 EMBA 执行长陈凯仪那边，四大原本四的四间，我大概是记住一下。北联大，台北的北，联合的联，大学的大，他们要做一个学术联盟，嗯，好，已经成立，但是只是一个名而已，还没有实际运作，我要让它变成一个长春藤体系。你听我讲，我有3阶段，这个也可以讲吗？你想听？都可以。OK， 滤网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嗯，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让政府用、啊、就是那个空气滤网那个、嗯，我可以直接让你们用，就是这样。好、嗯哦、像进的这个我就是要送、嗯，你要说我傻子吗？进了100多台能买对啊？好，那北联大台国国立台北医学大学，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国立台北大学，国立海洋大学 ，OK， 好。那后来呢？我知道北商大，他们副校长叫萧信金，我认识他们校长张瑞雄，台大资工所博士。我等一下给你看我的名片，很奇妙，我认识的人都很怪。我就去找了校长，我就关心，然后好像我有听说你们跟、另外的学校结盟。六校，因为那时候想要把直播再带进来，因为之前 i7 的那个全球发布的那个中国那个传媒园区，共产党他们以前叫做统战的传媒学院旁边 ，OK， 有一个产品，那时候我带进台湾虚拟教室，第一个商务直播的模式，真正商转的，我是第一个，一个礼拜带进160万的公司。我不是脱衣肉奶的，我不是 YouTube 让你免费用的，我没有那么 low， 因为市场那时候喜欢吴家龙，他吴家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有功夫没功夫，反正我就是市场要他不违反法规 ，OK， 那我就做好。这是我应该是讲我做的跟你做的应该都差不多，没有人可以学的，你懂我意思吗？像我被判。我有被判罪，我在台北111招募操盘手，3个月有8个操盘团队，什么金阿司匹林、金汤尼，什么廖路明，我都是有名的，连博士谢承彦都来，不可思议，人家说这个哪里跳出来的？我庄严确诊，我的过道，我10年可以换8个产业，我那个乳胶是25天。变成核心，最高核心目标，不可思议，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年轻人，我一下子就捧到最顶峰，行业的最顶峰。像我在 C
真正我知道，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叫素的香浓，我哪知道什么叫 fresh 那个 fresh cow， 我不知道。第一个月轰隆，第二个月我跟老板讲，素的香浓不是香精，说嘿，这边杀的档案呢，我被兄弟被杀的档案，你开始讲这不是香兄弟，啊无伊是香红，你告诉得在，其实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Consumer products， 对不对？它是摩尔定律，它是会的价格跌上去，它是会这样子。那 price protecting， 我们只有做一次的股价。那全台湾第一个一元竞标也是我们会场、哦、，Kevin 没有人不知道，我进去不用钱，是吗？以前啊，以前很风光的，所以很臭屁虫这样，微软找我都不去了，只有那时候 PS2。也跟一年上次 Xbox 大卖，我真的吐血，不然可能是微软老大某一个部分，哦、因为他叫我卖电脑，就要吐血。我说我在科技只是卖，那我不可能。我在但总总我在原厂，对啊，我那时候待过很多，就跳来跳去，跳，跳到连企业金融、中央租赁，我等一下可以发给你我的简介，我简介，我们那个要帮我印一遍。EMBA 啊，说我的东西太多了，用不下去了。我那个是，不是表现不好，是表现得很好，人家想留，啊，但是我觉得无趣。刚刚讲的那个成长，第二个月业绩目标，譬如说定的都不可能达成的，他定我举例啊，100万，你知道我写多少？5倍，全公司在看我笑话。台北、台中、高雄啊，因为我们用的那个 Excel， 然后直接那个月报、年报、季报，哦，那每一周我们就是这样切的嘛。好，一年，然后每季，那每季我们又分大小月，好，那个咨询月的时候 ，OK， 所以行销我也懂一点嘛。好，那个时候我第五倍，因为我胸有成竹，因为我认定它不是相机。我打进一个通路而已，打进一个通路而已，我把它分8折 ，A 级客户，不是，就是一个通路里面，它有 A 级店、B 级店、C 级店，一个金字塔 ，A 级店82，下面80，80再抓一个82 ，B 级店、C 级店，最简单的抓法，屡试不爽。另外讲我的名片，3800多张，82抓3次，30平方啊，这刚刚跟你讲的，2.6，你可以自己算算看，那个 iPhone 直接转过来，工程用计算机，你写30订单哈，2.6，得，1/32 ，1/32就是10的32是吧？没错啊，我问过吴木恩啊，对啊，因为之前我到马来西亚跟我讲 T。我没有听过 T 啊，没有接触的只有 B 啊。我的学长在 Morgan Stanley 担任执行董事，邀请我应该是全台湾第一个，所以回来请易董事长苏天山找我，毛振华还在那边做笔记。反正我在金融圈高层里面很有名的啦。我在那个台北101调查局去查我，我被起诉被判决哦。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哦，上诉高等法院三个高院法官直接发函到主管官重新解释看我们这件案子，最后再回来驳回，我们变原用案例，原用案例有多屌吗？你知道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我考进美国到天，拿了9份对象啊，帮我。研究所开课，全台湾第一个把城市交易那个摩托税，我们已经做到 AI， 甚至类神经了。你知道那很可怕，自己会学习，自我学习就像那个基因排序，今天来的病毒它是自己会调整。对，我们的策略也是这样，而且我们的策略是以前10只策略只能 for 10个模式，10个市场模式，我们是10个惊叹号模式。十的惊叹号是3.6 million，然后现在我们做拍卖，给那些不会城市交易的分析师，
知道吗？外面门医是所有都往哪挂名赞助，就是他们都是由我们帮他代工啊，不讲破而已，其实都是从我们这边。那各个切商也是屁股抬高到我们头，为什么？他要开他的 API 创我们的水库啊，接我们的车流，所以我们臭屁的要命。那另外呢，瑞士，我的名片里面也有那个瑞士交易所、中天新闻，还有那个什么东森，他们都有报道。瑞士交易所都跟我们合作，我跟我们老板说，基价还是起啊，那不搞好讲。我是公司第二大，我是现在是执行部长。他说职位我自己定，我说想不到要定什么，我妈妈十年不长好，因为我一年升三次，升到明年我不一定。那我不过这个产业感谢什么？我待第六年，因为我只要控制，我不曾这样过。对，刚刚卖相机的事情，不好意思，我的思考是并列式的。你可以跟得上吗？确定 ？OK， 我就是欣赏你这种。我老板还要画这个卖妹出来给他看，对不对？然后扩散，然后再。值啊，量还有值，好，你知道我第二个月结束达成400万，臭屁吧？第三个月我变分公司负责人，我曾经去提报产品，恒隆行卖国际牌电池的，后来他们国际牌项目，后来卖戴森，他们协议跟我很熟，姓名，他说免费，我知道了。他们南部有一个那个妇女，也是分公司负责人，客家的。我问他，我们要去提高产品，那个是大咖光线，他在 GFK 的那个占比里面占18%，他全台湾销售很可怕，就像那个美惠姐那个坤基啊，你知道坤基店啊，八德路那个小店而已哦。的施政龙，还有何威林，还有你想得到的这些大脚都要去那边，拜托他进货，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很吓人，这个只是一个 retail， 是个 store， 但是就是有这么厉害。对，那我也是这个厉害，不是臭屁，我只是事实叙述，473吧，然后就当了。三个月啊，我有那个好几百，是吧？很浪漫，我说哎，哎你瓦不修呀？多久升负责人？要跳，得再一趟。我怕11年，靠，妈的！我三个月之后，看我好像闯关修郎一样。没有，我时常讲话太直了，我得罪了。你知道我们这种，所以我在101的时候直接看到。金融骗子，我宿敌非常多，不过现在我都跳到幕后去了。我觉得我当幕僚家，把两个子啊光环让我老板去当，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而且我认为我有办法做，而且很得心上手。我这是提供全做 synergy， 这三个八个，我认为这三个比较好。那三个里面我会选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是有些缺点，这一个跟这两个我会选一个，但是老板八个还是选一下，因为你是老板，你最后的决策拍板定案，我不敢想反驳，他可能会跳到外面去，不过他失败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会选那个，所以慢慢的他就会定。半年前我就跟领导说，那个叫那个林登辉。Google 一下就知道，他从 Place 在等，跟宝成一起去。李登辉的那个登辉啊，他说他以前人家骂李登辉，他很衰，他时常被骂，莫名其妙。OK， 这对他基督徒，我以前刘牧师，我在晨曦会待过，福音界的，我17到19岁信徒，破解警用频道。我比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什么，卢斯啊，那个，比他们还夸张啊！我还叫他们三转，用电轮箱，然后四面循环，然后人家打那个赌博性电嘛，打到两三天，声音都垮，房子被查封，铁康小时候真的是坏到不行了。我老板就说：“不，我牧师就说，刘明和他就说，嘿，我们这个青楼也越大，关公拿的是斩妖除魔，如果是撒旦拿到，我靠！那时候我哪知道谁好谁坏，我哪知道？我们那个阿伯有害怕给我开，对，臭屁，下面直接滚蛋，我还被我老爸打倒，给我一只自制的小只的。”我不敢用啊，怕打到没，打到弟弟啊，我锁在那个电电箱后面。那个时候就有一群小朋友在跟我，我就觉得很臭屁。那时候晚上，先掉出出来，63纪念节烧的太白粉，混蛋，他们不可能花钱去跟黑道买，他们不可能去进口这个吧？那县民怎么流出来？曾经里面也有警察去借海洛因的哦，卧底的，真的有卧底的，那个电影演的是真的不假的那种。哎，就是，你也会看啊，玩笑。对啊，我就是被卧底的，而且他是线吊子，要是不死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海洛因，我很怕打针，从小时候就很怕打针。我要叫我表哥，我阿兵哥，枪毙你！黄姑娘意思啊，我跑追哦。那个时候，那个第一出版社我在高雄嘛，第一出版社那个是讲台独的，他出新英文版那一个。OK， 啊，再过去一个擦鼻血，我一直跑。啊，护士，那时候我们不叫护理师啊，啊，现在在医院叫护理师、护士，他们认为你不尊重我的职业哦，对不对？哦，假死事哦，什么事？哦，什么蚊虫啊，管他的，什么的，就是名字换而已，工作拿来换。那刚刚讲到，我想讲，没关系，因为我们下一位大概3点再来 ，OK， 我们也只有再来两分钟，不一样的事。我希望你找时间来吃饭。这个是我的兼职业，这是我在那个报名那个，我也会关心那个明阳中学，杀爸爸砍妈妈分尸妹妹常天老师的，哦，看重型的那种是，那我要进去这个地方是，了解。啊，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东西，原则上，国发会要知道一点，对，关掉了没？还没。这段没有关系。